这个得老好吃了，王一博。你们知道鱿鱼最美味的吃法是什么吗？据说是生吃，尤其是刚钓上来的时候，将会是你们这辈子吃过最脆最甜的食物。出于好奇，我和宇轩在广东找到了最好的船家。据说这两天鱿鱼泛滥，而且能钓到胳膊长的巨鱿。啾啾！感觉今天有一种上职业钓场的感觉，看到没？这小氛围挺不错呀。哎，蒋哥，这边钓的鱿鱼大有多大呀？5斤，那不跟胳膊一样粗？迫不及待了，馋了已经。哇塞，已经到了吗？这个湾里面一般都很多鱿鱼。哇塞，到了到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来，王一博过来拿装备。两个都是维度，你喜欢哪个？我喜欢这个吧。就是用这种虾，鱿鱼吃虾嘛，然后后面不是有这种伞状钩嘛，然后鱿鱼它会抱住这个虾，然后你刺就勾着鱿鱼就上来了。哇，椰子就是木虾沉到底部，鱿鱼藏身的烂石区，抽几下杆子，做出虾逃窜的动作，吸引鱿鱼注意力。你看人家抽的这个，癫痫的。现在这个鱿鱼卖到100块钱一斤，100块一斤，为啥这么贵啊？买不到活的。买不到新鲜的，就是说商业鲜种。那我们在船上吃，那不就是吃最贵最鲜的鱿鱼吗？那肯定啊！哇塞！哎呦，中了，来了！哇塞，王一博看看，哇塞！从后面开始尝是吧？就抖一抖是吧？哇！哇！一直在喷气，这就是最贵最甜的鱿鱼了。但还是想吃自己钓的。哇塞，这个钓箱这么好看呀！这确实不错，功能全，牢固抗风，还便携，还带升降腿的，又能冰水喝。你要的话可以去我评论区整一个，正好我在提前搞50万粉丝福利，同款钓鱼箱9.9块就能抢，包邮到家。用它钓鱼真的是事半功倍。好，那我也去抢一个。对的。中了？那声音好像中了。中了？哇，这么快！哇！试一下。啊不，不要太用力，不要太用力，把须给抽掉了。怎么？什么感觉？太爽了！绷住，绷住，把那个绷紧。要抽网，要抽网！我给你把手这样顶住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你这个是挂点鱼。鱼吧，它不有泄力声吗？挂底，因为你回不了线，泄力一直在转。我给你看一下，是不是挂底？是挂底。是挂底。啊！还鱼，好爽！太爽了！要抽网。我也没中过鱿鱼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什么迹象？海参捕刺，逼动吗？你要干嘛？我要钻进去。没事没事，挂底。主要是挂底挂的这么开心的，还是第一次见。哎，哦，中了，王一博中了！哇哇，王一博哇！对，挂底了。不是不是，这个真的中了，你看。中了吗？哎，挂底了还中了。懂不懂？挂底了，哎，你扔下去又喝，你们怎么搞的？啊，真的假的？你是在哪儿啊？中了啊！那么难吗？真的是钓一条鱿鱼，太丢人了，太丢人了，不想活呀！根据这个频率太小了，这个还小啊，你都钓三条了，三条好少啊，少吗？船长说这里鱼口还是太差，带我们去个终极钓点。虽然风浪大，但是鱼口很好。你这晃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不怕晃。我操，刚才好像有一头哎，不好，还拽我的线了。对呀、啊，那就刺它。刺它。中了。是吧？拖得动不？拖得动。拖得动啊？动啊，那就是啊，是不是啊？我靠，看看看，是啊，哇，牛逼！哇，怎么样？哇，真的是，快快快，这条不能丢！哇塞，王一博你也开始了。啊，我终于上了一条。啥感觉啊？不敢相信哇！这个得老好吃了，王一博。多了，怎么玩这玩意儿苦苦涩涩的呢？没有想象中好吃啊！看来还是得做手啊。整体口感有点怎么说呢？难以描述。哇，鲜鱿鱼自热锅，看着再香，哇，吃着香，尝一口，我绝了！来，要饭。好吃啊，你看还是得煮着吃，这是好吃的。这回你吃这一顿以后，你再也不提生吃鱿鱼的事了。兄弟们，为啥你们生吃鱿鱼都那么咸？我吃咋又咸又苦？是不是打开方式有问题？不中了，王一博快收快收！你这个姿势有点不堪呢。自从我和王一博开始全国各地探钓后，几乎所有粉丝都希望我们能霍霍啊，不找钓鱼圈的打黑女神带我俩钓。终于了，终于了。
于是我和王一博立马驱车去找他。你们就开这个车去内蒙古的是吧？啊，对啊。哇塞，参观蓝悠悠的车什么？早知道我把车擦一下了。问题不大，帮你批吧。保险。钢铁骑士走起。我今天真的有强烈的预感，我能上一条老大的黑鱼。你们上次也这么说。这里就是悠悠平时拍视频的地方，钓过最大的黑鱼竟然有13斤。悠悠说这种亮水区是没有鱼的，鱼都藏在芦苇丛旁边的水里，所以比较考验抛投技巧。啊这个姿势就暴露了你的专业了。可以快收回来了。刚才可以马赛克吗？不行，我要放。哦，中了！哇塞，王一博不小这个。像这么小的，从来没有拿出过手。还是这样吗？可以。上个他就很慢。哇！他是在右边那个里边那个，你能看到亮水的地方。不行不行，哎妈！哎，也可以，那个标点一般人打不到。哎，这儿也是有鱼的。你跟偷狗的似的，确切收了吗？没有。现在大病。收收收！哦哦，中了中了！收收收！王一博快收快收！哇！还在吗？还在吗？在在在在吗？你这个姿势有点不堪的。真是没接应啊！完了完了！是草上了。来来来来，我来我来。它被勾到那个草上了。你看在那里，你这条鱼都快晒死了，还没哦哦哦掉了。还是悠悠靠谱，第一个点就已经上了80%了。他打那个标点，我以为一般人都打不进去。怪不得我说总是看不懂你的抛投方式呢。这回你懂了吧？成功的人总是孤独的。于是悠悠带我们冲击了他所有标点，该说不说，资源是真的不错。抛投，我操！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今天的鱼口是真的滑。哇，来了来了！对。脱了吗？哇，挖没了，看到了吧？有鱼。你俩堆死的太重了。是的。你钓不到没事，但是钓到鱼了。但钓到太阳都快落山了，我和雨泉还是没钓到。有时候实在没办法，带我们两个去新手训练营。我一个小时可以钓5条的鱼。这条是当地的神河，虽然鱼个体都很小，但是鱼密度很大，从没有人在这里打过鱼。中鱼了吗？你看人家这一袋子。哇塞，就算钓不到巨物，但至少今天能在这里解锁黑鱼了。完蛋了。哇哇，这么牛逼，没了。中了一下杆子是吧？王一博今天跑鱼大王。哎呦我操，这咋了？来鱼了？我刚才动一口。是很大一口吗？很大一口。我操！都没来得及，感觉就跑了，摆烂了王一博。王一博，你毛病啊！你勾我线，你是不是老开心？什么鱼干刺不透呢？除了那一口，就再也没见到鱼了。天也快黑了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整半天。还是大哥，一不小心又霍霍了一个钓鱼，你们还想看我俩盘谁？